又来一节儿啊！木兰这顿饭，这顿饭吃了两回了，又来一次。咕咚咕咚，一个人往下咽呐，小肚子都吃起来了。真的，这小肚子，你看看，还看啥？哎，看看那来了没？咋了？你拿过来干啥？大家好，我是金阳，今天让这个小木兰来挨拉这屋里啊，偷口奶吃。来了来了，你先放着，你放着。放完了能不能看出来啊？看了吗？多一个啊，多一个。你看小木兰找不找？看能不能检查出来。快快快，坐这边，坐这边。喊呢，你喊呢。坐这边，来了。坐这边，哎，躺下，躺下，这不对劲，啊，这不是自己的孩子，这不是，是吗？是吗？躺好，躺好，躺好，都吃奶，都吃奶，都吃奶，一会儿一吃奶就没事了啊。让木兰就是偶尔串串门，吃吃奶，看木兰怎么样啊？哎呀，木兰，你倒不陌生，你倒不客气，上来就咬着了。这个拿后边这个。这自己凭本事找吧。哎呀，木兰真不客气。那你自己找吧，自己找。咦，吃完这个吃那个，这家。你看木兰啊，木兰啥脾气？木兰都想吃上都有奶，她不采奶。你说我们家木兰有个啥毛病吗？他就吃奶粉吃多了啊，现在是咬上奶瓶之后就想有水儿。那个你想想，咱们给他沏的奶粉之后放到嘴里边，立马咕咚咕咚一个人咽起来，就他现在是这个毛病啊，必须有水有奶水才行呢，没有奶水喝两口不足了，不吃了，馋了还得给他准备个小碟儿让他自己喝奶粉。你看跟剃刀手似的。有没有啊，跟真有似的。有，鼻子眼儿就出来了。那就是这个就是有。这个有。让他跟妞妞的这个奶水先混两天是吧，混两天，过两天实在不行妞妞就别带了。实在不行就让我们妞妞歇了。你看他鼻子湿了吧。有。呛着喷喷的。这木兰这叫戒奶吃来了。你看又开始了。看你呀，这个换几个奶呀你。他反正是尝出甜头来了，你没发现他调皮不调皮？你说吃个奶就来回换，不知道往哪了，这是。看你去哪儿啊。你看还去这找羊草，哎，这家伙扔过来了吧？人家不喂你了，气人！太气人！怎么了？要拉吗？拉没事，拉看啥？咱大家看一看这小木兰啊，他是借奶吃来了，还是上这调皮串铲来了？在这儿，这玩意儿就上哪儿去？就差你，你看不好好吃。这次我们小木兰没白来，她最起码呢吃了一阵儿是吧？吃你这一个奶有水，她尝到甜头了，她下次就会吃了。咱可以这样，直播的时候咱把她给放到这里边，咱一直守着她，对啊，能吃多少吃多少，对吧？她确实比人家大，踩一脚那小狗都叫唤了。你躺下，你躺下。艾拉对她也是还不错。我们安娜这不是自己的孩子，也当成自己的孩子养，这个母性还是比较好的，给我们安娜点赞。看看我们木兰啥时候能真正的加入到这个大家庭来啊，这是第一次让他进来借奶吃，就想吃上就一个人咽，你看没他又来一截儿。木兰这顿饭吃了两回了，又来一次。咕咚咕咚，一个人往下咽呐，小肚子都吃起来了。真的，这小肚子你看。
呀要换，那个吃一劲就换，吃一劲就换，倒是比那小狗劲儿大。换吧。我们木兰吃饱了，你看搁这玩呢，兄弟们，给艾拉妈妈玩呢。哎呀，可爱那样。大家也是第一次见小木兰这样去玩，你看见没？大一点的就是不一样了。我们安娜对我们木兰也没有任何的敌意，就是一直在闻味儿。